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与风水关系十分密切，因为两者有共同的生成背景与思想基础。古代的民间巫术、神仙传说、阴阳五行八卦学说等等，易经更是他们之间强有力的纽带，使他们在诸多方面相吻合。道教渊源于古代巫术，它以崇尚自然、返璞归真为主旨，认为高山为神仙之居所。关于仙人的具体形象，《神仙传·彭祖传》描绘道：仙人者，或耸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形象。怎样的环境才能成仙？释名释长幼中的解释是：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认为山林是最好的成仙之所，所以山林成为人们理想居住的场所。也许从情理上说，山林更接近仙界，它能养息天气，抚饮地泉，以致许多著名的道家修行之地或道观都身处山林之中，特别是许多白云深处的高山，成为修行入道、进入神仙世界的理想之所。事实上，在一些有关道观四周环境的描述中，堆满了风水名词。云南威山彝族自治县城南约11公里处的威宝山，原为南诏发祥地，后来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道教圣地之一。关于威宝山的环境形势，从现今的《威宝山志》中，仍能窥见它原有的风水特色。威宝山地处威山盆地之南，一山从盆坝中突然升起，南枕太极顶，北与大理点苍山相望，东有五道河，由东南向西北顺山脚注入坝区，西有杨瓜江，由西北向东南顺威宝山胚河谷环绕出境。而它的小环境特点是，威宝山由后山主峰和前山组成，主峰耸峙，前山山势平缓，由下至上缓缓升起，和主峰紧紧相连。山势由东北向西南走向，是云南丽江剑川之西的老君山向西南逶迤之脉。分布在山中的几十个道观，就其选址的小环境而言，前面较为开阔，或有流水环带。琼龙山志
对其山中三毛殿形胜的描述也充满了风水的用词和特点，大奉刚直，二风峻急，开仗出峡，顿断再起，星风体秀深远，土石和美者是三毛峰，右臂石鼓东行，转向作白虎岸是名。冈上本来有道观三营，就基在三峰之下，三峰好像白虎压胸，造成房屋倒塌，香火灭绝。其后重新选址布局，就峰前高处立基，而以瑶山最高峰为对眉之沿，明堂开阔，白虎伏降，左臂就本山势回拱如抱，故以山口入者不见殿场，从殿场出者不见水口，前以瑶峰高峰就龙珠山为列平，而上方一山故汉门锁月也，而香山蓄口则蓄水从入之路也。可见遗迹新建的殿场对左右护沙、明堂、列平、水口、水口山等均有讲究，显然是充分考虑了周围的风水形势的结果。道教重视烧炼外丹，使得道观追求基址落位于名山，因为非名山无以成仙丹，凡古之事何作神药，必入名山福地，不止小山之中，何则？小山无正神，仅按山经云，可以经思何作神药者，华山、泰山、霍山、衡山、嵩山有正神在其中，其药必成。由于道教讲究入仙化神，追求名山神药，所以道观选址有两个不同于一般民居的特点，一是建在名山，二是选择与天界接近的山巅，这与风水的典型模式所要求的处山路地带环抱状地形的特点有一定的出入。然而道观的选址在满足它本身要求接近仙界的条件之后，仍然重视其环境形式的风水特色。